政府鼓励我们戴双层口罩，你知道怎么戴吗？当然知道啦，而且呢，这个布的口罩选择还有怎么清洗啊，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。布口罩应该哪一种都可以吧？也未必哦，我觉得还是待会儿呢，我们一起来请教端章，让他为我们解答吧。